Hello， 主席你好啊！你好！今日嚟到东华三院呢一个嘅慈善 concert 啦，啱啱听完啲歌手表演啦，同埋啲小朋友表演啦，有啲咩同我哋啲网民讲下？今晚我哋嘅表演，我唔知道你有冇录到一部分啦。有啊！咁咧非常之有意义嘅，因为我哋今日诶请咗啲歌手啦，包括周柏豪啦、阿坤哥啦，仲有呢个吴亦菲系啦，仲有 Eka 啦，仲有啱啱呢个我唔记得咩名啦，阿轩仔系啦，系啦，新晋歌手。咁咧，佢哋都系同东华有关系嘅，一系读过我哋幼稚园，一系小学，一系中学。咁今次翻嚟母校度帮手筹款啦，再由呢个商业电台安排啦。咁加上我哋小学、中学嘅学生咧，同埋幼稚园嘅学生咧，一齐表演。跟住做咗個籌款活動，係特別有意義嘅。明白。所以咧，希望來年咧都可以繼續去再為呢個服務嚟籌款。明白。即係你哋都繼續主張香港嘅教育嗰方面。係啦，冇錯。即係東華一直都做緊教育嗰方面。係啦，冇錯。同埋醫療。係啦。希望大家支持咁樣。明白。咁有冇啲乜嘢可以呼籲一下啲而家香港嘅年輕人咧？梗係最緊要就係俾心機讀書啦。第二咧，奉公守法啦。係。係嘛？第三，幫手買下演唱會飛啦，東華嗰啲係嘛？支持下我哋嘅慈善業務啦，咁樣係啦。OK， 咁我再一次祝你哋成功啦。好。咁希望下年嘅 concert 就係啦，你可以上台唱歌。唔係喎，你係梁朝偉定係譚詠麟啊？我而家係引導古天樂啊。古天樂 OK。咁啊，就係演戲唔唱歌啊？都可以嘅。好，thank you。好。